折扣码超好用，因为呢，光我身上这一条裤子就可以用了。好，我觉得今天必要买的东西很多，要送给大家豹纹裙，等一下再拿给大家看。然后非常重要的是，今天折扣码的活动一样非常的简简单单，就是可以直接现折100跟现折马币14元，而且呢是完全不需要有门槛金额的哦。我觉得光我身上这件裤子你们不买可惜，它是我们唯一一件深色而且中腰很标准中腰又显瘦的全素深蓝色牛仔裤，而且它的弹性一样，一早就让它振奋一下大家精神，非常的弹。好，等一下我就开始先介绍了，但是在介绍之前呢，妞儿呢还是要先拿今天的礼物跟今天的活动跟大家说。今天的礼物要送给大家豹纹裙，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豹纹裙都是大家想买又害怕，然后觉得说啊还是不要穿豹纹裙，然后不知道穿起来会不会老气。但是我们家豹纹裙很厉害，大家都知道买一件可以穿一年，所以呢一年以上，所以呢我决定呢要送给大家豹纹裙，因为很担心有些人不敢穿不敢买。当你收到的时候呢，你呢就会很觉得说哇，原来我也可以驾驭豹纹裙。因为很多人在买豹纹东西很害怕，他考虑很久，所以我今天呢当成按赞留言分享礼物来送给大家。哇，好难得终于可以看到留言了，我要哭了，原来是我手机的问题，我都要哭了。好啦，所以呢这个礼物要送给大家之外呢，我讲了看到这个牌子大家都会非常开心，我呢就是最难过的那一个哦。因为呢要现折100，讲简单一点，今天的裤子如果是690就现折590。我先告诉大家这一条裤子我本人穿过所有的感觉，我等一下会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也很担心大家抢不到，所以我一定要先讲它。它是我们真的秋装第一款全身蓝色，而且你们想得到的问题，拉链会不会崩开啊，蹲下去会不会掉开啊等等问题，我都会交代的非常清楚。你们今天呢就把时间留给我们剧院咯。好，那折扣码的活动非常的简单，很多新朋友旧朋友都好，旧朋友应该已经很老练了，东西该怎么买，怎么样才快，怎么样才买得到现货，今天也是全数现货全数折价。好，马来西亚的部分也是一样，现货的话基本上都是当天隔天就出货，台湾也是哦。大家一直现在在收集什么廉价的漂亮衣服，今天你买不用等到廉价，你呢明天后天就可以收到了，够快了吧。好，所以呢我今天身上这一套是本人我非常喜欢的一套，等一下呢会好好来跟大家介绍。那折扣码的活动大家听清楚，非常的简单哦。那记得按赞留言分享，你今天是豹纹裙，你只要打上直播幸运儿是我，然后呢再打上 lucky winner will be me 就可以了。那折扣码的后面有一个英文字母，等一下你去结单的时候记得输入上去，可以现折100跟现折马币14块。那我必须要说剧院呢很大方，我们没有任何的门槛，哪怕是你今天买我身上的衣服是390，我们一样现折100块给大家，就这么好用。好，那我先邀请大家来跟妞儿打招呼好不好？好久没跟大家打招呼，虽然我也有点紧张，因为今天新品也非常多，想要我多多的穿搭给大家看，所以呢不要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打下招呼。 Hello， 早安早安。 Hello，直播新闻是我没错，给他打下去。那记得咯，你们呢分享越多，剧院接下来的活动啊、鞋款啊等等好东西抽奖绝对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绝对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所以请大家按下左下角的键帮我们剧院分享一下，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很多人问说妞你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就是这个分享键。当我看到分享很少的时候，我也会有点小气馁啊，我讲得那么好，讲得那么认真，为什么那么多人来看大家不帮我多多分享。好，所以呢邀请大家帮妞儿多多分享，帮剧院多多分享，那么好的衣服，那么快速的衣服，赶快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在找衣服的，明天就要穿的，礼拜六就要的，来剧院这一档新品全数现货全数折扣给大家。那最后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是这个啊，请在关播之前使用，既然剧院都这么大方了，那就是要给在看直播的粉丝有一些优惠，所以是别人没有的，关播一个小时后这个折扣码就不能用了，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啊，晚一点再买啦，
晚上再买，中午再买，那些时段都没有折100，这100多好用，你买290就是折100变190。还有今天呢，官网有开出8折专区，好，所以呢也是一样可以使用，我觉得真的很好用哦。所以呢，8折专区赶快去捞一捞，我真的看到分享越多，跟行销小帮手讨论的就越多，有什么样的能够给粉丝多多的折扣，在转换季的时候，大家都想准备新衣的时候，让大家都要备齐所有的衣服，穿得漂亮，而且不要着凉了。那最近真的是早晚凉意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妞儿今天出门已经开始穿上薄长袖或是短袖加外套，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剧院现在的衣服咯。好啦，我二话不多说了，因为呢，大家都想要听我身上的裤子，我也很想要赶快讲我身上裤子。等一下呢，我就讲完好，我等一下就先讲裤子好了。好，这件裤子非常非常的厉害哦，但是它非常非常的显瘦，等一下好好的来跟大家交代一下。好，那裤子要开始，我觉得今天讲最后一次游戏规则，官播前使用，任何商品限折100。限折码币14元，不分任何的金额限制，没有金额的门槛。好，想要裤子的等一下呢，我们拿到折扣码我们再去结单好不好。那裤子我觉得非常大推，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我紧张等一下大家要疯抢的时候，我们网站可能又会有点小小档，大家记得等一下网站小档不要紧张，慢慢来，你越进越进不进去。好，那折扣码活动官播之前使用，限折100，后面等一下你自己截图好不好。那再来呢，官网有开出饰品跟热销商品的8折，通通今天也可以限折100，都已经打折，再折100，我觉得超崩溃，所以我就说这一小时你们非常的开心，我呢可是一直在心里落泪，但你们开心我就会开心啦。好，所以呢这个板子等一下会先休息一下，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板子，那妞儿也不会耽误太多大家时间，我用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衣服穿搭介绍给大家，就把时间交给大家咯，好不好。好，那记得咯，关播前就不能用，这非常重要咯。好，那今天呢妞儿就要开始我的第一件裤子啦。好，我的第一件裤子搭配了这个是等一下的新品，这件我也很大推，因为它是竹节棉薄长袖，很适合今天完全不要再带外套，简单有型，等一下我再介绍。好，那在介绍那个同时，我先把衣服收进去，因为要好好的讲裤子嘛。首先呢，裤子呢它非常的厉害，你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拉链会不会流下来。好，什么情况下拉链会流下来，就是呢裤子太小不够弹，再来呢就是它这个牙收的不够紧。好，所以呢很快就等、拜托你这蹲下来多久啊。好，所以呢这件裤子大家不用担心，跟大家说它是中腰的，很标准的中腰在我的肚脐上，所以你穿一些正常的衣服或是短版的衣服都不会让大家露到肚，而且呢它是全走高弹，跟你前面买的裤子都一样弹，你买什么尺寸就是买正常尺寸。再来我要给大家看它的腰围，好舒服，超级舒服，还可以塞衣服，而且它的包覆性非常的够，包住但不是紧。好，我们家的牛仔裤就是厉害出了名，所以呢旧粉丝应该已经二话不多说这是你的购物清单，对不对？只是呢你想再清楚的详细听到，它非常非常的厉害，它在这边一样做车线，超级瘦。那我现在搭的是比较夏天的鞋子，等一下我搭一些靴子给大家看，你们会发现接下来跟着剧院买靴，你意想不到你的腿可以包覆的这么样的瘦。好，跟大家讲屁股深色最瘦，这真的没话说。那这一件我觉得它的优势就是全深蓝，没有任何的刷色，它就是很标准的深蓝色，但它利用了反车的线条，让深蓝色的裤子不无聊，又做了拉链。好，那拉链就这样拉开，我跟你讲它拉链不容易掉，因为呢我光往下拉还要使一点力。再来呢，因为它够弹性，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一撑开的时候怎样，如拉链要掉下来，它的弹性一定要够，它包覆性很够，但不是紧身。我再拉高一点给大家看，你看它包覆性整个，包括腰围这边的曲线很漂亮。但是呢，我们家的弹力裤因为都太弹了，所以呢，我非常大推今天大家来买这一件。那我搭配的是正常版的上衣，所以呢，你会发现，哎，好像不会露肚子。你搭背心，等一下我也可以搭背心给大家看，就是脱掉的感觉，是不是很喜欢？我要先跟大家讲，有肚子会凸显吗？我觉得不会，因为它的空间很大，它的弹性空间很大。
它跟正常的牛仔裤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它做了一个拉链的一个设计哦，跟一般我们双排扣的高腰裤比较不一样。然后它整条你看得到的布料，从大腿到屁股到小腿到裤管，通通都是弹的。好，弹力裤真的我们居然非常在行，卖的非常好，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卖场的下身牛仔裤，基本上都是 sold out 的，我们不开放任何的预购，你只能靠今天去抢购，重点是今天就是直接现折100给大家，这么便宜哦。好，所以我看到小帮手了，这一件裤子620块台币的话，今天用折扣码买，直接等一下给你带回家的价格是520，不是每个人都有，只有一小时520块。我跟你讲，这520块我买到，你真的会感激剧院的。好，而且呢，我先下楼梯。我刚刚是搭比较下款的鞋子，我下楼梯给大家看，没有穿鞋的时候，我脚一样非常瘦。那尺寸怎么选？选大家自己正常的尺寸就可以了，不要选过多。你不要有过多太多的想法，要不要大一点小一点不需要。那我们未来会上架的小白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哦、来穿小白鞋。我刚刚讲裤子是全长，所以对于150-160是非常刚好，170稍微落在9分一点，但是也是很好看。你看光下楼梯也是这么瘦。再来呢，我要穿一下今年秋天非常流行的中靴给大家看。好，你意想不到穿上去这一条腿会那么瘦。那鞋子的部分大家都不要心急，不要问说什么时候会有，自然而然剧院就会帮大家出这些鞋子了。好，所以呢请勿一直问鞋什么时候来哦，鞋目前都在准备中，预计10月开始就要上线。好，所以呢来，瘦不瘦？这个鞋子穿下去啊，我今天呢、啊、完全惊艳，我没有加鞋垫了，我从来穿鞋不加鞋垫，但是你再加鞋垫你腿会更长。从来我都是非常真实的在镜头面前，所以我没有加任何一个垫子。好，他的腿就可以这么长了，这是真实的腿。好，很多人很害怕穿这种靴子腿会变短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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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但是呢你看我现在已经搭了三种鞋款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显瘦。好，裤子呢你喜欢先加入你的口袋名单，因为呢我等一下很担心你买不到抢不到。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你有便宜的价格但却又买不到东西，我觉得这比较痛苦一点。好，那再来呢，裤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及时发问，因为等一下抢东西的时候没有时间再让你问问题了。好，所以呢非常非常的纤细哦。好，我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弹性非常好，XL你就买XL，你绝对会很喜欢的，没错。好，那裤子是真心推荐好穿，它是不论是蹲抬脚完全轻松，完全不需要拉也不会卡，然后它的弹性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好， OK 了哦。那裤子价格我不要再想第二遍了，我觉得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有点崩溃，我觉得太便宜了。好，然后又折100，我觉得我也不再说第二次价钱，说不下去。牛仔裤的尺寸是正常拿，没有错哦，就是你平常穿 S 就买 S， 穿 M 号就买 M 号。对，给大家时间消化一下。好，那再来呢，妞儿呢非常搭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因为呢它有三个可爱的颜色。咦，我的蓝色，它有一个黑色，然后蓝色跟白色，噔噔，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蓝色哦。蓝色的部分它是有点牛蓝色、黑色、白色跟蓝色。那这三色都是带有竹节棉的感觉，有没有看到？好，那我等一下就会穿给大家看喽。我非常非常的热爱这件哎。好，来这件上衣啊，它是竹节棉，我先把它解剖一下。这件一定要选购，然后你可以选购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它有两穿，一个穿法是直接放下来，就是比较有斜肩的感觉。那它有做一点小挖肩。那我们用白色的布料来看。有没有看到竹节？它好薄好凉哦！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透透的白色？这款布料多少会透，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做真的长袖，是薄长袖，非常凉感的长袖，袖长非常棒，戒指之上，小个儿、高个儿160通通适合。那这个是比较放下来、比较率性的感觉，而且呢，它不会到太夸张。然后再来呢，像妞儿刚一开始可以绑一个小蝴蝶结，或者是你喜欢平结，你就平结。我现在就打平结，这样就好了。它就是小垂坠在这边。那单肩呢，我觉得挂肩非常好看。不想要单肩的人，把它收起来，变成是正常领。
或者是斜肩，通通随便你。像今天呢，我就是这样直接单一件薄长袖送我女儿去上学，非常的清凉，没有任何的负担需要去带外套。那它的弹性确实非常的好，确实非常的好，所以 SML、XL 都可以驾驭。而且它，你想要一字领、斜肩、正常领，还是最标准的单肩。都可以，都很好看。好，它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驾驭的一个 T 哦，很适合大家来购买。现在就是薄薄的长袖，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呢，价钱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哎，就是这个颜色，白色、黑色、蓝色都很好看。你可能要看我穿完，你可能才有办法下定论。那它的印花都是走黑色，这个白色是黑色，而且白色的竹节特别的明显，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哎。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颜色，那等一下看我穿完颜色。你再去做一个选择。那它手袖的位置是做一个 oversize， 所以呢，我刚刚讲 SML、XL 的粉丝都可以很轻松驾驭。后背的地方大家别担心，它是正常衣长，完全就是挡在你的肉肉的地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好，这一件呢，妞儿本人是大推哦，我今天早上才穿的。好，再来呢，这个是白色，白色。好，再来我想穿一下黑色给大家看。黑色的话，一样可以很明显看得出它的竹节哦。好，而且我觉得在秋冬啊，我觉得黑色是蛮好的一个首选。我们家的这个黑色穿起来非常的率性，非常的率性。当然这些你要搭短裤都没有关系，但是因为近期都开始出长裤了，所以妞儿的穿搭会比较多长裤。好，后面进来的粉丝可能现在搞不清楚是在做什么。来，今天居然有折扣码的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没错，就是所有商品限折100，不分任何的金额。所以呢，我身上的上衣是330块，折价之后这个价格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是多少钱，我觉得有点夸张离谱。台币330，这个用折扣码之后，你们知道330减100是多少钱吧？好，我这个第二件，我这个价格我也不敢讲了。好，但就只有一个小时关播，就没有这个金额了，我头好痛哦。好，330，小帮手你没打错吧？330块，然后呢？我头真好痛，我不知道怎么加去了。折扣码可以折100，跟折码比14块，就这个价钱。好，小帮手既然打，我就相信你。好，黑色呢穿起来是非常好看，黑白蓝大家都有人喜欢。好，那折扣码这一个小时哦，你等下没抢到就不关我的事喽。好，那黑色单肩我觉得也是最性感，然后你不想要这个单肩，你就把它偷偷收起来，也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单肩。裤子是超级弹，何止有弹，绝对弹。这个啊，如果你是新粉丝，先非常欢迎你来看我们的直播。下半身我们居然是非常非常的有把握的，每一件都是非常弹的，非常好穿，大力推荐。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可能会买不到，因为我们裤子不开放预购。好，这一点新粉丝可能要加油哦，因为我们老粉真的是。很可怕，就是动作非常的快哦。好，那黑色我也很大推，因为黑色就显瘦，而且接下来你搭一些大衣啊、外套啊、靴子啊，我觉得黑色在那个就是在秋冬里面，我觉得蛮好看的。好，就像我们今天等一下会上架的这个罩衫外套，现在我觉得外套还没必要穿到这么厚，所以呢帮大家选了一个棉麻薄衫哦。好，这件也是我等一下要来跟大家介绍的，你们看这样搭下去好不好看，秋装的颜色。但是啊，这两件加起来没有一件牛仔外套的厚，所以我觉得呢现在的天气真的很适合这样混搭。早上啊，早上，那等一下也会教后介绍后面这一件，我被那个价钱吓到都发抖了啦。好，所以呢，来，所以呢，今这样子也是可以搭的，就是薄长加薄长。那我们家的外套都做得很棒，就是夹口的部分都是蛮宽松，让大家你看我穿外套进去是非常伸缩自如穿脱的。好，这个外套稍安勿躁。好，再来黑色，它是压白色的，那一样哦，有那个竹节透薄度。金额我不讲了，后面进来你就自己去看金额。总而言之，今天就限折100。那穿上小白鞋的 look 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中高腰，中腰啦，算中腰在肚脐左右中腰裤子，可是呢它是全蓝刷色高弹，而且今天直接限折100，只有一小时的时间，你刚好看到直播，我只能说恭喜你，超级幸运。好，问一下小帮手，第一次买我们家牛仔裤买大了，肚脐32吗？好，我们请小帮手回你哦，小帮手你多提供一些资讯，小帮手会更明确的回答你到底要买什么尺寸，好不好？
好，来，这个是黑色代表，然后我觉得黑色也很瘦，然后它的竹节效果也非常的明显哦，有没有看到？好，第三个颜色要带给大家的是牛蓝色，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哦。如果昨天你有买白裤啊，或是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全蓝的 look 的话，你就可以带这个牛蓝色，但这个牛蓝色很酷哦，它带有一点点紫色，所以呢，它穿起来我觉得气色非常的好。那黑白色还是抵不过它啦，但是呢，像我比较喜欢特殊色，或者是在拍照的人群中能够看到妞儿的话，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好，那而且呢，我现在不绑了，我觉得就是侧边你看裤子也不会露到太多的腰，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好，然后这样子整个线条它不会因为这样斜下来腿变短，斜下来的一个设计反而是拉长我们侧身拍照的一个角度。那像我现在是穿斜肩，那它刚刚我讲了，因为它的润局很大，所以呢到 L 号你也可以拉成一字领，随意自己你去做摆放。那你很担心衣服会掉下来，我们这边还有做了一个单肩的设计，有没有超级好看？好，那再来呢，当然你想要绑起来绝对 OK 啦。那我今天有准备了一个比较素浅色的裤子，如果你们不喜欢这样蓝蓝搭的话，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样蓝蓝搭嘛。好，那我就换一下，我不换了，我用笔的。好，那它一样是有现货，它一样是有现货，因为我等一下继续穿我的牛仔裤。这一件棉麻裤啊，如果你有喜欢的话，请小帮手给你商品连结，我们的连结上方都有我们的 YouTube 重播片段来介绍我们每一个产品。这一件是我们卖的非常好，今天刚好也是有现货追加补货到。现在在热络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在做折扣码的活动，所有商品现折100，不分任何的金额。然后呢，我身上我不讲了，反正超级便宜，刚打折下来只有这样开头，我真的不敢，我不敢在镜头再讲了，因为我觉得我卖越多亏越多。好啦，真的就这样子了。好，然后呢，还要讲什么？就是关播之前就不能用。还有很重要，就是现在买的全数现货，下午统统帮你出货出去。我相信这个是女生最吸引你的地方，对不对？你买到现货，明天就收到了，明天就跟我一样可以穿出门了。好，那这个啊，我顺带一提，就是如果你想要打浅色的。这样子搭是很好看的哦，我们GN的棉麻裤超级强，这个是热销好几百件的。那有喜欢的话，卖场上还有黑色哦，还有黑色。这个我最后有时间再来穿给大家看，再来再搭一次给大家看好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必须要赶快把新品介绍完。那蓝色它也是搭配白色的印花，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竹节。今天直播真的超恐怖，因为超级好买的，一样都是有竹节。那大家不要担心秋装很热，我们会适时出一些在季节温度上可以穿的。像这个我就今天真的穿了很薄，然后不需要带任何的外套，就这样拿着包包就可以出门。你想要很斜，一点都不要斜，还是要单肩也都可以，随性，或者是你要这样直接下来也可以。好，我觉得蓝蓝配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就是看大家。好，那黑白色就是主色，非常非常的强大哦。好，接下来呢，刚刚答应大家说要干嘛？要穿那个棉麻外套嘛，对不对？好，那在穿棉麻外套之前，我还没换上衣服，我先给大家看这裤子有多瘦。好，因为呢，我觉得这样介绍裤子我太裸露了，所以呢，我就是在趁换衣服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裤子的原貌，超级瘦，它的包覆性非常非常的够，但是包覆性很够，不是紧。你们看一下，我随便一拉，你只要看得到的腰、肚子、腿，还是小腿，全部都是弹的，然后拉链的设计，而且它是。我不可能一夕之间变瘦了啦，是因为深蓝色的裤子让我整个人纤细非常多，而且今天就直接现折100，这裤子只要500出头就可以买到了。好，然后呢，海外也是都有货，所以请大家等一下下好离手，就要看谁动作比较快喽，因为我们裤子不开放预购。好，我穿回这件黑色干嘛呢？因为呢，我想要搭那个外套给大家看了。好，我们下一款新品呢，是我非常大推的，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接近转换季，除了穿一些棉麻外套之外呢，牛仔外套也是很适合。那这个棉麻外套先给大家看，它很软，它就是棉麻，非常适合冷气房跟现在这种凉凉秋意浓的天气。那这一款呢，它没有别的颜色，我就直接帮大家选好最漂亮的颜色了。因为呢，秋冬的衣服都接近大地色，黑色、白色、蓝色、灰色、酒红色，那任何一种
这个颜色来搭秋冬色是全部最适合，它里面你不论穿什么颜色都好搭。我把里面的衣服当成一个斜肩搭，那你可能就有一些特色。那我刚刚讲了，我里面是长袖，刚刚大家都有看到，我们家的长袖超好搭，它不会因为你穿长袖手卡住，甚至还可以穿毛衣在里面，都非常的舒服，都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它的设计就是两个大大的口袋，然后呢做了超级有质感的这种木扣。好，颜色呢它算是有点奶茶，但是奶茶带有一点红，要特别记清楚，奶茶带一点红都比较白，因为纯奶茶色担心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担心挑肤色等等之类的，但是这透过镜头来看啊，它非常非常的怎样显白。而且呢这个是最好大家最好的朋友哦，因为呢哇我好热。好，来，这个讲得很激动。好，它是大家最好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有缩腰，缩腰下去呢你扣起来的时候，我等一下扣起来给大家看，就更瘦了。好，开开的时候从背，它虽然是有点 oversize， 但是从背看还是瘦的，因为有这个缩腰的好伙伴。然后呢手也是，你看我穿两件长袖在里面，它可以直接这样拉起来，超级好活动的。好，那再来，我刚刚讲了，如果我把它扣起来，我觉得下摆的腰身就更厉害了，你可以把它当上衣穿也可以。布料是夏天还是秋冬比较厚？我觉得介于中间，它不是超级薄超级飘的那一种，但是秋天的料子又不能太厚，因为我真的觉得今年不会冷太多，冷的时候根本就还没有到。如果现在出太厚，你只是把你的衣服放在衣柜里，我希望现在就可以穿到11月。好，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厚薄度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一下，我觉得蛮刚好的，不是很厚的，然后是现在季节可以穿的。再来，如果真的好冷好冷的话，我们把它扣起来，外面再加大衣再加罩衫就没问题啦。好，再来，有没有看到这个缩腰缩起来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啦。然后你们可以搭一些靴子啊，比较率性的鞋都好。然后这个下面只是一个造型，因为它并不会缩在我们的腰上，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是不是很厉害哦？然后这一件呢，今天也是直接现折100，我觉得买外套好划算的。这个这么多穿打下来只要5开头，我觉得我真的好心疼哦，今天每件衣服。然后最重要的，有发现它的手的落肩是到这边才做一点小蓬袖，好厉害，因为肩膀变很小，你们认真看我的肩膀，有没有发现小蓬袖从短袖才开始？这个就是 GM 粉丝最爱最爱的一个特色哦，好，最爱最爱的特色。然后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豹纹裙裙，好适合，好适合这样子再搭一套，就是偏奶茶色调的，偏奶茶色调的，好，豹纹裙裙等一下就会出现。所以这个外套啊，我们今天呢、用折扣码买，来，折扣码现折100，活动只有1小时。等一下呢，翻牌自己截图，好不好？自己截图。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发问，现在我都看得到，我可以回答你。我就算太忙了，在介绍衣服没看到，我们小帮手也会回答你。怎么样减100块？折扣码后面有一个英文数字，你只要注意这个牌子，翻牌你截图或是写下来，等一下拿去官网结账的时候输入，我们也不需要加一。不会很麻烦，你只要自己到官网上去结账，选到你要的东西，结账输入折扣码就直接现折100。那新朋友告诉大家，这个活动只有1小时，等一下翻牌之后才有。那再来就是官播就不能用了，因为太划算了，太划算了。好，那再来这个外套打下来只要5开头，我觉得我真的崩溃了。好，所以大家喜欢的东西自己先记一下。那点到最新商品前面都是我们家我现在在介绍的东西，全数现货。你想要买到便宜跟现货，就趁今天下午出货。又可以减100块，所以呢在你们手上咯。好，那折扣码等一下会翻牌，自己注意一下咯。好，所以这个外套我等一下后面还会再打给大家看咯。好，再来的部分呢，我呢要来穿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大家的点点上衣。好，这个点点上衣啊，我觉得我自己有买，然后呢很多朋友也问我，好，但是呢我们又陷入一个两难，就是到底要买黑还是要买白啊。每一次点点啊，最多粉丝问我就是妞，我到底要买黑还是白。我跟你说，这件点点上衣超好看，不论你要配长裤短裤还是宽裤还是各式各种的裤子都很好配，好不好？好，来跟大家讲这一次点点特别精心设计的是怎样，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家讲一下。它的缩腰好舒服，我轻轻的拉就开了，所以到 L 号都可以穿。再来，它的手袖飘飘，我觉得我站远一点
看真的是很显瘦哎、欸。然后整个布料是雪纺，非常的凉，非常的凉。然后如果天气真的变凉了，我们就搭一些罩衫类的衣服，非常的适合。那本身就非常的典雅，还有呢，它是半珠半珠，然后呢，它这个很这珠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致，非常非常的精致。好，这件是一定要买的，而且我自己是包色，因为现在要再买到这样子的衣服。真的太难太少了，大家都是比较厚的长的。好，这个呢，我呢等一下也可以再搭其他不同的穿着给大家看。那官网上也有搭就是比较休闲的风格给大家看。然后这件啊，就是我本人超推，因为呢它摸下去非常非常的丝滑，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弹性呢非常的好，下摆的弹性好舒服，完全不会紧绷靠在腰上。里面呢你要穿黑色白色的小可爱都 OK 都 OK， 只是呢大家都在问我说大码黑还是白，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痛苦耶，因为我觉得白色超好看，然后可是黑色又有点小复古，所以呢我觉得不好选不好选，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要选什么颜色，你等一下可以自己参考一下。好，然后这一件呢，除了搭载短裤，短裤当然 OK， 但是我觉得现在开始出很多长裤，所以我会以长裤为优先原则。好，然后你们喜欢黑还是白，然后这一件呢也是，你看这轻飘飘非常非常的凉，然后你现在穿可能穿一些宽裤我觉得也很适合，棉麻裤也很适合，窄裙也很适合，等等，这件呢，总而言之就非常的便宜，这个打折下来只要太便宜了。好，我要再讲一次，我们今天在做折扣码的活动啊，我觉得这个买下来蛮优惠的，因为呢，它从定制的珠，然后到整体的设计感跟腰围，我觉得都太赞太赞了，所以呢，我觉得它真的打折下来买超级划算，现折100哦，非常的便宜，优惠给大家。那这个啊，算是妞儿今天里面我本人今天上了也快8-9款新品里面，这算是我的前3名名单，我觉得好看、显瘦又凉快。然后如果要搭外套的话，我觉得也很好搭，就是搭一些牛仔外套类啊、罩衫类啊都可以搭，是不是超级超级美的？好，这个是白色代表哦，那我来穿一下黑色代表给大家看。好，黑色代表跟白色代表其实就一隙之隔，但是很痛苦的是，到底我们要怎么选那个黑还是白？怎么办？你们喜欢黑还是白？因为呢，每一次调查就是大家都说黑黑黑白白白，那黑黑黑白白白。那如果你昨天有买白裤或是浅色牛仔裤的时候都可以搭，然后你看这样整个人就变超瘦，然后它不是短版上衣哦，它不是短版上衣，你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非常的丝滑，我只能这样说，好凉快，好凉快。然后呢，你看穿这样子的腿长不长？要腰有腰，要腿有腿，我觉得好赞哦。然后如果你不习惯穿一些就是窄管裤的人，你可以搭配这样，搭配这样，等一下我会后面会再穿，你可以搭配这个棉麻裤，这样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棉麻裤是我们追加回来啊，两个色都卖了上百件，这个 look 绝对中所有上班族小资女孩的心理，韩风女孩都一定会买这个裤子搭这个垫垫，这样子太好看了。好，等一下呢，我有机会再换给大家看，因为我后面还有要搭牛仔裤的罩衫。好，牛仔裤尺寸，来，我们请。其实牛仔裤尺寸很容易哦，你平常家里衣柜的裤子是买什么尺寸，你就买什么尺寸。那你一定会说，那我 S 跟 M 都有买过，那你就看是 S 比较多还是 M 比较多，就这样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这样子搭下去肯定中大家的心。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率性、比较 skinny 的感觉，所以也可以搭配给大家看。那我觉得它的手袖做得很棒，是因为它是完全就是让我们手臂修很小。那因为它的布料垂坠度也很够，然后又做一个 V 领，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纤细，珍珠非常有经典。那我觉得最舒服是这边，尤其是肉肉的粉丝，这一件你可以大力的买下去，因为真的太舒服、太凉快了。今天一样现货哦，然后它算是今天整排新品里面我的前3名首选名单，我本人非常热爱的款式。然后我是包色，但是我要你们包色我觉得太夸张，你们就看黑色白色自己选一套，好吧？裤子是超级有弹，何止有弹，是超级有弹，很厉害，是可以去做瑜伽的弹性。好，然后呢非常大推大家，我们家的弹力裤真的好穿，好不好？好，那这样
超级瘦。好，我要继续喽，东西实在太多了，因为我希望等一下我可以反复的穿搭，我可以反复的穿搭。好，再来呢，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每年首选的罩衫。好，这个罩衫呢，不买可惜，知道为什么？它每年都有，每年都有，但今天有优惠价，有现货。你看你是什么时间点要买，反正它就是每年都，你的衣柜一定要有。那也或许有的粉丝已经有了，那你就不用再买了。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它是每年首选的一个雕花罩衫。我相信是GN的老粉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买过，就是蛮雷同的，就是它今年的长度我觉得蛮棒的，就是介于150小个也可以穿，因为我们之前去年的长度比较长，那很多人都说哎，小资女孩穿就要到底了。那这个长度这一次啊，小资女孩是刚刚好到裤管，然后呢走路就是有风，而且呢你里面要搭薄长还是背心还是印花都通通都可以。那它的range看起来就非常宽松，非常舒服，但很显瘦。那我自己本人是很喜欢比较绑的感觉，就是走路有风啊飘逸，那我可以绑起来给大家看，我觉得非常的好看。那这今年呢，我就帮大家选购是黑白色了，其实没有过多的颜色让大家选，因为呢总归最后一句就是黑白最好搭。那这一款也是我两个颜色都有带，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穿这种罩衫的感觉。那里面有建议大家就是搭比较露肚的衣服啦，就是背心式啊，或者是T 恤都可以，都可以。好，去年有出过类似的，但是它比较偏长。那绑起来，我自己喜欢就是整个打开，我觉得就是很率性的感觉。我拿白色给大家看一下纹路，因为呢黑色就是到镜头会爆掉，它的纹路非常的漂亮，黑白都一样。这个我蛮建议大家包色，因为这很好用又很好穿，无时无刻都可以把它带着。那它呢，它不会皱掉，所以你丢在包包里也没有什么负担，而且穿起来是凉的，这一件是凉感的哦，穿起来是凉的。哇，镂空罩衫，大家知道今天这打折下来多少吗？400多块左右。所以呢直接先折一百，这400多块能看吗？这个是好了，我小帮手，我们的价格有没有问题啊？这个东西打哎，这不像我的作风哎，确定没有问题吗？我今天已经看到第不知道某几款价格，我都在直播上看到，我整个就等等，真的吗？好，我是真情透露，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重播片段。好，这个我现在看到小帮手的价格是下59。那用折扣码买的，顾名思义就是在折马币15块跟台币100块，大家自己看一下，这样整件罩衫，而且我跟大家讲，它是凉感的哦，穿下去是冰冰凉凉的感觉。好，那这个罩衫我觉得 SML 都可以非常轻松驾驭，而且它真的是黑色很小性感，如果你穿背心像我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满反整件，它整件的一个雕花哦。那整件告诉大家穿下去就是冰凉，所以不要害怕热，这个啊穿下去就是冰冰凉凉，甚至比一些薄长袖都还凉。然后呢侧边这一次的插座比较小一点点，它不会到整片，去年的我记得比较高一点点。好，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适合就是小个高个的人穿，走路都会有风。重点是我刚刚讲这是每年必备，今天你只用400多块可以带回家，够便宜了吧。绑带送给大家的，喜欢的人你就绑，不喜欢的人那就算了。好，再来呢我要来穿白色咯。好，白色的部分呢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看耶。然后呢我觉得白色大家可以搭一些草绿色的背心啊，或者是比较有颜色的背心啊。好，然后草绿色背心就好了，我们海外有一款背心的草绿色卖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妞儿也搭给大家看，我觉得蛮适合搭今天的这一件罩衫。好，这个草绿色啊，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韩制的，它就是一个草绿色的背心。然后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一件啊，我们追加到再追加，因为它就是我的救星，以前夏天的每场直播都有。那这个啊几乎是人手一件，所以呢我今天也搭这种草绿色的背心在里面，我觉得很好看。秋冬如果有买我们家的一些小背心，然后它是比较秋冬色的，你要搭黑色白色都非常好看。那黑白色的这个都蛮明显的，白色有看到吗？它整个
烧花雕花，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件穿下去怎么那么冷，它就是冰冰凉凉，有遮阳光又有就是御寒的一个小效果，长度大家透过白色应该很清楚，小资女孩大概到裤管，所以我觉得也还蛮刚好，因为去年就会到底了，那160大概就是妞儿这样。好，然后如果你要绑的话，其实老实说啊，我自己觉得这个绑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好，所以呢，我呢这个绑带我永远就把它省略在家里，我啦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把它打开，所以喜欢绑的人当然也 OK， 反正绑带会送给你，但我觉得罩衫就是把它罩住就最好看，而且它有这种洞洞，你就要让它飘逸。好，白色黑色我觉得都超值得购买，而且呢这件保证大家冰凉，然后它的雕花烧花太美了，而且今天我们在做活动只有一小时哦，等一下翻牌后关播就不能用，只有一小时，这件衣服打折下来只要四开头，我觉得超级优惠的，所以呢就趁今天，你放心，新粉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来过是被骗了，我跟大家讲这活动这400多块只有一次，而且只有一小时内，不会有人再买的比你再更便宜了，真的就是这样。好，那白色呢它是走一个纯白哦，所以呢白色我也会选它，这件我是包色，但是你可能在选色上你可能自己稍微想一下，因为黑白都很好看，黑白都是基本色，然后呢如果现在还是有很多国内旅游嘛，会去一些海边啊等等之类，你来了你就可以把比基尼穿在里面了，你知道这走去大家一定会看你的小性感，然后又不会皱又好整理的一件外套，你带去塞在箱子里塞在包包里完全就不会皱掉，然后搭比基尼也是一个很赞的选择哦。好，那今天就是折扣码活动，请大家自己现货，今天东西是不是很好买，很可怕哦，就是每一个都是大家都会想要的。好，所以呢这个罩衫也是非常非常推大家的，今天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每个东西都很棒，等一下呢我会再有不同的穿搭给大家，大家现在已经有没有想好要买什么了？好，接下来呢我要把裤裤换掉咯，在裤裤换掉的同时我再给大家看它最后一次。好，最后一次我先换下一件上衣，它呢原貌这么瘦，刚刚前面你没有听到裤子的人，我们家的裤子不开放任何的预购，非常的不好买，什么东西都买得到，就是裤子不好买，那它是完全高弹，从腰到脚都弹的，然后尺寸非常的标准，我是穿 S 号，有极大的空间，然后它的拉链不会掉下来，放心，那就是 S 号买 S， M 号买 M 号，今天呢有就是我们直接现折100给大家。好，这裤子你用这价格买到，我告诉你绝对会感谢我的。好，接下来呢我要穿的这一件啊，我不是要搭牛仔裤了，但是我想说我既然都已经穿了牛仔裤，我就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有磅数非常棒的棉料，等等先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想要换豹纹裙裙搭配这套给大家看。好，那如果你一般是穿牛仔裤的话，其实稍微微扎就非常棒了，这一件短袖它是后磅数，但是呢我等一下再讲，我等一下再讲，我要换豹纹裙再讲。好，这样先给大家看一下牛仔裤的 look 好看，那我要换今天要送给大家的豹纹裙哦。那我刚刚其实已经有提到说为什么要送大家豹纹裙，因为大家每次在买豹纹裙的时候呢都会特别特别的怎样，就是会特别的想了一下到底要不要买啊，因为豹纹裙穿起来是不是不好搭，豹纹裙穿起来是不是很老气？那继我们家上一次有一次就是已经有上过一件豹纹裙，从不几个月前卖到现在都还在卖。好，所以呢每一次帮大家选豹纹裙都是首选哦，大家不用担心。然后这一件豹纹裙喜欢的人有福了，因为呢它的range很大。好，来现折100，我现在呢要穿的是刚刚那罩衫也好便宜哦。好，我稍微把衣服整理一下，这一件豹纹裙就是今天要送给大家的，跟大家说它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好，它是一个秋冬款的豹纹裙，但是材质上面呢它是雪纺材质，双层雪纺，所以呢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挺板，而且非常的凉感，很厉害哦，它是秋冬色，那这个是要送给大家的，希望你是幸运得主。那我要先来讲的是我的上身啦，我的上身先给大家看两个颜色，我这次真的建议包色了，
好，我很少叫人包色哦，因为包色疯狂，对我来说疯狂。但是这个 T 恤，我建议你包色，如果你信得过纽尔，信得过剧院的话，因为呢，这个 T 摸起来料质非常棒的弹力棉之外，它的磅数有稍微多了那么一点。我为什么讲多，不是讲厚？因为我猜你们啊，又会很紧张，说哈，是不是偏那种很不透气、很硬又很厚？所以我不敢讲厚这个字，它只是磅数多了一点，多了几克，所以呢，它算是比较棒的材质，比较挺的。有没有发现穿下去不会皱皱的感觉？而且呢，这是米色，不是白色。米色超级大推，黑色也超级大推，所以我刚刚讲了，我建议大家包色处理。那刚刚前面有穿过比较休闲的牛仔裤给大家看咯。好，那反正我就建议包色，对，因为它的文字是印，也是米白色的，黑色配米白。哦，这个 T 恤跟裤子打下，裙子打下来两件买不到700块，我觉得真的今天就这些衣服真的让我很心疼哎。好，总之呢，这一套这个打下来才三开头，这个打下来才三开头，买起来不到700块，超级崩溃的这一套。那鞋鞋也是我们之后会开卖的，这双鞋等一下后面有空再讲啊，神鞋好不好？好，那我要继续了，我要继续折扣码，等一下会翻牌，请你留意我的那个牌子好不好？好，那上衣我先来说了，首先我先放出来好了，放出来它是一个宽 T， 确实有人这样穿哦，韩风女孩喜欢穿宽大的，她就是把衣服放在外面。我刚刚讲它有磅数，而且它真的是弹到外太空，那多加了一点磅数，扣过镜头给你们看，它不是厚，它是多了那么几克的磅数，然后它的弹力就是你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么样的好。那搭配了很简单的英文 logo 印字，但这件我真的不论你是搭白裤还是搭豹纹裙，然后还是说你要搭牛仔裤，我觉得呢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好，我稍微理一下衣服，那再来呢，杏色我现在刚刚里面是穿黑色的小可爱，我觉得它完全不透，因为我刚刚讲了它的磅数有多加那么几克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即便是我里面是穿黑色整件的小可爱也不透哦，所以呢这个是大小身形都可以穿的一个很棒很棒很简约又非常好搭配的一件 T 恤。好，那如果呢你想要手臂再瘦一点点，妞儿建议你可以稍微微折个2折就好，不要多。好，你感觉一下左右，当你喜欢左边自然垂放就左边，左边也是一个很经典的 T 的一个手袖位置，但右边呢就是妞儿有时候会动一点小头脑，想要看起来瘦一点点的时候呢，我就会偷偷的折两折哦。好，折扣码马上要出来了，再给我那么一点点时间。今天呢折扣码我觉得可以在12:20出来，好，所以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好，你看这样有没有明显的纤细非常非常的多，好，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后面也是很经典，大家刚刚我拉过了，完全亲肤不刺痒，而且我刚刚讲信得过剧院的，信得过纽尔的，你可以买2件，因为我觉得这个棉 T 的品质我非常的喜欢跟大推，整件摸起来就是舒舒服服，然后呢米色特别的好搭，因为呢秋冬开始有很多都是这种暖色调的衣服，然后今年本来就流行咖啡色、奶茶色，所以呢，我觉得很适合大家这样子搭配。好，那我们前面呢，前面有这个棉麻外套，如果呢，我相信我现在搭这个颜色的色调是很多，就是韩风女生会喜欢的，因为呢，就是整身奶奶奶。好，这是前面这外套非常多人加入购物车，等一下也要抢单的东西哦。好，打折下来，我刚刚已经讲有多便宜了，如果你是喜欢奶奶奶的人，OK， 你可以这样子穿搭，就是韩风女生非常喜欢，而且呢，经典的一个穿搭的颜色很赞耶，穿起来就很有气质，对不对？好，然后如果呢，你今天是不想要走那么气质的人，你可以就是穿，嘿嘿，又来了，这件目前买不到哦，你要预购，那你今天要用折扣码买，当然也可以，但是要等。要等，我最爱的，有点重看，哎，我很实在，有点重看不重用的背心。如果我昨天讲过了，你要拿去御寒，我觉得只有加20分。你要拿去就是，如果你要拿去搭配，它就是100分，再加20分。好，所以呢，它就是搭配物件。好，这样我换成是小白鞋，因为我换了外套嘛，就是整个感觉就不一样，比较率性的女生，你可以这样搭，或者是呢，有吗？我们家的。
的超级赞的骑士外套的人，你也可以搭，这样也很好看哦。米色衣服超级好搭，是不是很赞？只要一件 T 恤就可以折了，没错，不分任何的金额。今天呢，是不是非常的好买？好，这样也非常的好看。啊，太多太多了啦！我觉得这一套大家不要害怕。所以我刚刚讲了，我建议大家 T 恤怎样包色、裙子，按赞、留言、分享，打上关键字，你有可能抽到。那喜欢的人，我等一下也会介绍。我非常大推这件裙子，因为豹纹裙真的不好找。好，这个是杏色的 T 恤，那我再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range就是 S、M、L、XL 都可以很轻松加，然后磅数多了那么几克，所以呢，我觉得它整体上的质感我是非常喜欢这个面料的。好，再来就是黑色咯。好，黑色的部分我也很大推，是因为秋冬色嘛，本来就是开始会渐渐黑色开始更强大了，因为黑色搭配一些军绿色的外套啊，接下来的大衣啊的颜色，我觉得黑色都非常非常的好搭配，所以呢，大家可以想一下，那如果你的预算可以的话，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包色，因为呢，今天完全全数现货，来给大家看一下黑色的感觉。我觉得黑杏都一定要买回家 ，T 恤你不怕你买了不穿，每天都会拿出来，每天都会拿出来。黑色骑士外套连结，你懂买那个现在要等哦，预购，但没关系，我觉得等是值得的。很是值得的。好，来，很多很喜欢，不知道怎么样买。星星，你加油，你加油。好，因为我觉得今天真的使人头痛，我也觉得今天的东西有点强大，就是很多东西我都买了，但没办法，因为转换季本来就有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多漂亮的衣服、鞋子等等之类的东西。好，黑色整个就是完全显瘦，然后呢，它是搭配杏色的字，超级经典。我觉得这个直播看不太清楚，但是呢，我觉得它本尊是非常漂亮，所以我刚才建议大家包色哦。然后黑色本身就是显瘦，而且我觉得黑色折不一定要折袖子，我觉得本身就很瘦了。然后就是舒舒服服的一个棉 T， 然后宽宽松松的，但是以妞儿是 S 号穿起来也不会过大，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首选。好，昨天白裤好优惠吗？当然，你昨天要买也可以现折100，只是说呢，白裤现在要等预购，要等预购，但是都可以买，所有官网的东西都可以现折100，哪怕你要买昨天、前天、之前，只要是官网上的东西，耳环一副也可以。好，所以大家赶快去挑。那如果是今天的新品的话，我现在在穿的新品都是全数现货，大家都踩着我要现货，我刷卡，我马上要拿到货。没有问题，许愿绝对可以完成你的心愿，但是你动作要够快。很多新加坡港澳粉丝说，哇，下午就出货，我们晚上车就直接送走到机场了，非常的快。但是你也要比我快哦，好不好？好，你也觉得很难选择，对不对 ？T 可以绑吗？嘿，好问题。好，来，那我放出来喽，放出来。我刚刚讲，确实有很多女生会这样穿，率性一点，喜欢宽松一点，或者个性酷酷的女生都会这样穿。可不可以绑？当然可以绑啊，只要弹性好的衣服，它够弹，然后长度许可的话，要用绑的绝对 OK。来，有学到剧院的精华哦，因为呢，所有衣服被绑起来都会特别的瘦，腿都会特别的长。你有学到这个很重要，你看。这样穿起来，我还可以看到我豹纹裙的腰，然后展现到所有，很赞哦！这位粉丝棒，很好看，对不对？然后呢，来，但是你要买白裤没错，像小帮手讲的，直播关播之前要赶快去下单，因为我们折，你想要折100的话，折扣码关播就不能用喽。好，那黑色的部分呢、啊，其实到这边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显瘦，然后我真的没什么好说，因为它就是 T 恤，看似朴素，但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它的磅数我真的非常喜欢，它不是那种很厚，但是它确实加了多几克，所以穿起来我觉得整个笔挺度，不论是刚刚穿的米色，还是黑色配米色字，我都觉得很赞，就是简简单单就很好看哦。好，然后呢，我再来看看有什么。好，我再搭一次黑色骑士外套，感觉刚刚大家都很爱这一套。好，黑色骑士外套就是黑搭黑的一个概念，但我觉得黑搭米好像比较出色一点，黑搭黑就是比较率性一点，再更帅一点。好，那再来我要来介绍豹纹裙。好，豹纹裙就是今天要送给大家的，大家都好害怕买豹纹裙。哇，我在讲豹纹裙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讲。因为现在人数比较多，我要告诉大家有什么活动，就是我们折扣码的部分呢，直接现折100，今天很热闹，我们现折100，但是我要讲，你们要按左下角分享，居然今天还有8折跟耳环的活动，非常优惠，
也可以直接现折100，等于是说你一件衣服打了八折又再用折扣码，这个是多加开的折扣区。你们上周很努力来分享，居然一定要给些什么东西给你们，答应过你们的，对不对？好，等一下就要翻了，快了。然后呢，今天的折扣码是任何商品现折100，今天介绍所有的现货都是可以折价的，还有今天介绍的商品全数现货，下午可以出货，就这么快，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好，那刚刚已经介绍到尾声了，现在还有几套就差不多，等一下可以再重复穿搭，那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会翻牌咯。那折扣码是关播就不能用，所以后面进来的新朋友请大家动作快了，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很快的，没关系，你赶快发问，都还来得及哦。好，接下来我要讲豹纹裙，这件裙我超级大推，凉爽，然后有内里，长度刚好，搭靴子、短靴还是小白鞋、拖鞋都很好看。再来，我刚刚讲有福了，这一件是有拉链的，后有松紧。再来呢，它本身不少见，所以大概到小 L。左右是可以穿的，小 L 左右是可以穿的。好，所以呢，我们小帮手都有量那个腰围，最大可以拉到多少，你可以问一下，好不好？就是如果比较肉肉的粉丝，那对于 S 号来穿，其实不会到掉，不会到怎么样，舒适舒适。所以 M 号的粉丝反倒是最刚好的，最刚好的。那 S 号大概就像我这样的穿搭，非常棒。那小 L 就稍微合一点点，所以可以穿到小 L。然后豹纹裙大家都害怕买，是因为觉得说不会搭，不知道怎么办。等等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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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但是我们家的豹纹裙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搭一个 T 类，我觉得就可以了，就简简单单搭一个 T 就好，你也不用太多的想法。那这件没有做口袋，有做拉链给大家，方便大家穿脱。那内着也没有问题，也不会过透，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内里在里面给大家，它就是全经典秋冬款的深色豹纹裙。好，这个豹纹裙今天打折下来，我又头痛了。小帮手定价490，我们今天折扣码活动直接折100，你们自己算了，我头真的痛死了。好，就是490直接折100。好，这么显瘦的裙子，然后我们家的豹纹裙，大家有买过第一款豹纹裙应该就知道，我们记得大概这一季已经过了6个月，这是第二件豹纹裙，在我们家豹纹裙是非常罕见的东西，因为呢一卖即中。好几千件，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有很多的豹纹裙。好，所以呢，这件豹纹裙我不只要送给大家今天的分享礼之外呢，大家赶快买回家，因为真的很好配，很好穿哦。等一下后面也可以配不一样的穿搭给大家看。好，或者是我们今天第一件的白上衣，它就可以配了。我们第一件的白上衣就可以配了，很多人就觉得说啊，那这豹纹裙怎么办？来给大家看一下原生，我穿这个小可爱，你看瘦不瘦？你们穿起来一样会很瘦哦。它因为它其实有range的哦，但妞儿刚好是扁身，所以你们会觉得看起来比较瘦，很厉害的裙裙哦。好，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它的摆度有摆度，有没有看到？可是它不会过怎么样？过宽，因为如果有摆度，这边过宽的话屁股会很大，但是你们来看哦，这边屁股开始就是宽松的，所以不是那种窄的，所以我才说喜欢这一款的人有福了，大家都可以驾驭，不会觉得说我看得到为什么不能穿这样子的感觉哦。好，那我就搭一下今天我非常大推第一件这个白 T 单肩或者是多造型的上衣，还有黑色、白色跟蓝色，你当然要搭黑色也可以，但是我刚刚已经搭过黑色，所以我就拿这个超多人加入购物车，我不敢再讲这件价格了，我讲定价，我记忆没有，应该没有衰退，我记得他刚刚定价是说330，现折100，大家自己算，数学应该很好。好，要预购今天不可能出啊，你那个骑行外套要出货至少10天，至少10天以上，预购商品就会比较久一点，但是是正常追加期，好吧，正常追加期。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家的现货，记得每天11点半要来锁定我们的直播，你就可以都不要等，像今天的新品你都不要等，下午就出货，好不好？好，就是这样子。好，来这样子，我觉得帮我穿裙的时候绑起来腰身会好一些，那这一套也是我的首选啊，平常我出门啊带小朋友最适合穿这样 T 类，然后再加上豹纹裙，简约中，然后带着孩子拍照，年轻好看又方便。好，这种裙子也不会短啊，也不会过长，小朋友扯来扯去的，我觉得都不会。然后上衣确实我们
带小朋友在外面，我不喜欢擦防晒，那我就可能就是穿着长袖防晒，因为现在穿外套再带三个孩子，我应该会崩溃吧。好，所以呢，大家这个也是很首选的，很好看，对不对？简单的颜色，然后这件刚刚前面有搭牛仔裤，那它是竹节棉，超级薄，会透凉的，所以呢会透哦，里面一定要加一个小可爱，一定要加一个小可爱。好，那是不是要拆单？如果可以的话咯，但是我们折扣码就可以只能用一个账号哦。这鞋会变松吗？保证不会，不会。那应该是你前身买过鞋会变松的衣服。那也在这边可以教大家一下，这种啊，其实不论是在剧院买啊，你现在在外面买或剧院买或是品牌买，现在都很流行那种薄薄软软的长袖。我建议大家可以装洗衣袋。如果你再很害怕的话，那你就手洗。其实女生我觉得，女生都蛮干净的，不是吗？就是流汗程度应该没有男生那么高，所以呢，你可以在洗澡时候稍微用泡的把它卷干掉。吊起来就好。如果你真的是很保护你的衣服，但不然你平常没时间的话，装洗衣袋。家里可以的话，你的那个洗衣机上有个钮，你按柔洗，它的转动就会慢很多，不会像一般这样正常转。因为现在真的出了很多这种薄长跟软料的，或是牛奶丝啊、冰丝啊，我都建议大家这样子的处理方式，你就可以保持衣服的完整性。那大家其实上班都忙啦，所以我觉得用手洗浸泡也可以，用洗衣机柔洗，我觉得都很棒。这样，以前买的鞋都会变松，我觉得洗涤是也有关系的，然后衣服的本质当然也有关系，尤其是你讲到洗衣服，顺便再告诉大家，有印花类的，不论是在哪买的，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反过来，洗衣精不要加太多，因为有些人他衣服一定要香香的，然后洗衣精就想这样撒下去，有时候一件也是一池，然后十件也是一池。这个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好不好？这个我觉得也有，但当然衣服的本身，我觉得本质也很重要喽，好不好？所以我居然我们目前是没有遇到这个状况。好，那就把这个交给你喽。你看这样是超美，然后豹纹裙的长度啊，我觉得很棒，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落在可以看得到脚踝，因为再长的话，其实大家会嫌有一点点就是麻烦，可能上下楼梯不方便，所以这个长度刚好在脚骨之上，我觉得是可以让整个人非常的纤细美丽的。而且呢，其实我本人啊比较喜欢穿这种休闲小白鞋，那我刚刚一开始是穿穆勒鞋，我觉得穿穆勒鞋的那个穿豹纹裙的感觉也不一样，我再套一次给大家看。好，我后面还有三套，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翻折扣码了哟。好，然后我也穿一下这个黑色的这个针织外套给大家看。来，如果呢今天天气很热，我里面呢我就会选择我不要穿 T 恤，我也不要穿长 T， 我要来穿这个哦，超级冰凉的罩衫。这个罩衫刚刚也说打折下来只要四开头的价格，今天的每一个东西都很欠买耶，你看这样。那这样我就会搭穆勒鞋，我就会觉得这样子是小性感女人会比较重一点点的。每个穿搭都有不同的人喜欢，豹纹裙打折下来真的三开头的，我真的觉得很赞啦，因为很瘦。然后我刚刚讲的这一次的 range 不是说 S 号才能穿的，可以穿到小 L， 我觉得很合适大家。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就是品牌式的细的那种小皮绳或是皮带，也很适合绑在这边，我觉得会很时尚好看哦。是不是很好看？好崩溃啊！那这个啊，你要当黑的、白的都可以。好，我要继续咯。好，来，我觉得大家太好聊了。刚刚答应大家12:20，对不起，再给我几分钟，12:30。好，我们居然已经12:30，没错。表示现在还是我剩三件，好不好？三件之后我就要翻牌。然后如果你不喜欢那么暗黑，喜欢比较女神白的人，你也可以搭白色，因为我们家的白色真的很漂亮，而且白色我觉得蛮实穿，是因为你可以拿去穿比基尼。穿比基尼一般都会搭白色出去，如果你是去踏青的话，你们要穿比基尼，可以建议大家买白色。那白色我觉得现在虽然叫秋装，你也不用害怕买白色，因为黑白色没有任何季节的限制。因为呢，反倒白色搭牛仔裤会很好看，所以呢，大家稍微想了一下。折扣码剩三套，我的那个连身洋装穿完，马上来了。好，我现在要再穿洋装喽。好，这件洋装我自己有买，然后我等一下会搭那个小靴子给大家看。好，这一件的咖啡色叫做巧克力牛奶色。好，这个呢真的是很标准的巧克力牛奶色。然后呢，它是一个包臀式的裙裙。好，这种下摆包臀啊，我觉得是很多女生喜欢，但是又有点惧怕的一个版型。好，所以呢，妞儿呢，等一下穿搭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件本身呢，它有黑色跟咖啡色，然后它下摆是做这种皱皱包臀，那它的材质是有点棉质，非常非常舒服的。
好，来，我穿个小靴靴子给大家看。好，大家现在有没有想好要买什么？我在换衣的过程先告诉大家，等一下翻牌之后啊，大家想要买的东西赶快去扫购，但都可以现折一百，但是呢，你就是要慢一点咯，因为等一下网速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好，来这件呢是我自己有买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场合可以穿。好，那它呢就是我现在穿的是咖啡色，然后我就来配这个就是比较靴之类的。然后大家有一个疑问，这个到底要放在哪里？我觉得看你的身高，你可以很高，然后这样箍起来，你也可以很短，小辣妹。那给大家看一下屁股后面，它就是走一个包臀。我建议大家是穿着就是无痕内裤，我觉得会比较好看。那长度的部分其实不太需要再穿什么裤子了。那上衣是走一个就是我们是走一个衬衫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就是很标准，都好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什么，就是衬衫，然后加一个裙裙。那下摆我拉一下给大家看，它是可以到 L 号，绝对没有问题。那你中间如果想系一个小东西，我觉得也很 OK。那袖长的部分呢、啊，它是直接在戒指之上，也是非常非常简约的一个长度，不会让大家觉得太长或太短。那我觉得它如果啦，你看季节，你自己觉得说，哎，季节现在好像就是比较适合，就是拉卷上来，我觉得卷上来也很好看哦。好，然后这件超多人在问，那咖啡色我觉得一定会比黑色挑人穿，但是我觉得以显瘦度来说，它都是瘦的，它就是它不是紧哦，它是贴身，但它不是紧身。那如果你觉得有小腹的人你没有办法接受，你就买黑色，你就买黑色，好不好？这种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美，这件真的非常美，我超级喜欢的。然后我觉得不论是姐妹聚会还是跟就是老公出去吃饭，我觉得这个拍照起来，就是我简单那个小靴子，我觉得就很好看。平常你要踩一些高跟鞋啊，我觉得也无妨。然后它整件你看得到这种竹竹啊，小可爱也有做过，它就是那种很弹很弹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显肚子吗？我觉得多少一定会，多少一定会。那你很担心的人，你就是买黑色。我跟你讲，肚子凸出来这种合身的多少会，但是呢，我觉得它没有到很明显，毕竟两个颜色都是深色，所以你看这样搭起来，我觉得显肚子应该是还好。如果你有显肚子的困扰，那你就买黑色，因为这黑色很多人喜欢，超美的。那其实我本人是比较推咖啡色，因为我觉得咖啡色就是秋装色，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带一些大地色，因为剧院的粉丝我发现大家都很少带咖啡色、卡其色、巧克力色，有时候稍显跟其他亮色系可能还弱一点，真的是这样，我看到的状况是这样。所以呢，这一侧咖啡色我很推，因为它很白，你们再认真看一下我的腿跟脸跟手，我觉得咖啡色穿起来很白，而且你看哦，在腰的部分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棒，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的舒服，是不是超好看？好，今天我看一下这价格多少钱啊？这个打折下来只要500多块，而且呢，它整个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是非常修身的，那大家看得到喜欢都可以穿，长度绝对够，不需要再穿什么安全裤，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足够的一个空间。足够的一个空间，然后下摆这边也凸起来，我觉得超级超级美丽的，有没有很好看？我很大推咖啡色哦。如果你问我哪个颜色好看，卡其色我觉得比较好看。我现在来换一下黑色给大家看。好，我只剩两件哦，等一下要翻牌喽，剩5分钟了，所以请大家赶快回到卖场来喽。然后呢，建议大家先把剧院的卖场把它开好，然后呢，等一下呢，我先跟大家说，就是网速。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样，但是如果有变慢的话，大家不要太紧张，慢慢点，慢慢来，好不好？那我觉得最难抢的应该还是大家想要的牛仔裤跟豹纹裙吧，我不晓得，我用猜的，好，因为东西太多了。好，来给大家看一下黑色。如果你一直喜欢这一件，但一直质疑你的小腹，那你就买黑色，你不要考虑咖啡了。但如果你对这一些你都不太 care，OK， 你就买咖啡色，跟我一样。但是如果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因为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在意小腹，你收到的时候你绝对会先看小腹，那我宁可你不要买回家，因为呢，真的黑色也很好看，因为我觉得女生的第六感很准，你觉得有小腹就是会有小腹，好，你觉得没有就是没有，好，所以我觉得除非你就是很不在意小腹啊，而且甚至有的孕妈咪她要穿欸，因为呢，这样可以看到肚子是很美丽的孕妈咪啊，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
我觉得啦，我自己是很喜欢咖啡色。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你可以折起来，我觉得折起来很好看。那你不折，天气比较冷，放下，而且你看哦，它也是可以直接拉上来的。即便是你放长袖，有些场合好像规定也是要长袖进去会比较端庄嘛，你就是这样子也非常好拉，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那个长袖的问题。黑色穿起来很瘦，是不是？所以我说非常多人加入黑色的那个购物车啊，所以我就讲啦，如果你真的顾忌很多，那你就买黑色就好啦。只是你问我什么色，我自己是喜欢咖啡色，那每个人喜欢不一样，没关系啊，对不对？然后黑色穿起来很瘦啊，因为这整件版型就非常瘦，全数现货哦，你明天就可以穿到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纤细，刚刚看我咖啡色，其实包覆性已经很好。那我刚刚讲，它整个都是走高弹的，在任何地方。然后我就像我讲，有一点小肚肚的孕妈咪，就是初期的，她也会喜欢买这种衣服，因为孕妇就是要让人家看到你美丽的肚肚啊，对不对？超级好看的。170穿，我就建议你搭一个小安全裤，因为我担心你举手的时候会短，但是其他的我觉得还好，对。然后它整个胸围、夹口、手袖都做得非常舒服，然后它是非常薄衬衫而已。马来西亚、港澳、新加坡绝对允许穿，大家请放心这件事。那这个洋装穿起来就只有显瘦率性，而且它不会到很裸露啊。你看它也是衬衫式的，然后裙长真的也不太短，好也不太短，就是蛮刚好的。蛮刚好的，是不是很喜欢呢？好，它就是这样素雅的。好，我要提醒大家，今天做折扣码的活动，我剩最后一件衣服要换了。我在换衣服的时候会讲一下规则，好不好？那我们前面介绍非常多的好看商品，都是新品，也都是今天有现货，等一下可以出货的。那我现在要来换最后一套衣服，我要来干嘛？我要来翻折扣码了。好，我要跟大家说，就是等一下折扣码翻牌之后，请大家自己截图或是抄下来，那在我们的官网自己去结单，我们官网直接下单完成，在下单的时候输入号码，那输入号码之后呢，应该就可以看到折一百，如果没有看到折价，请你私讯我们的小帮手，要尽快哦，因为官播你就不能用了。那再来就是呢，要跟大家讲，等一下的衣服啊，如果你还想再看什么重新再穿的，请你清楚的打上我们的品名跟颜色，我才知道，好不好？那为了节省时间，请大家要打得精准，好吗？打不精准我就没办法穿咯。好，最后一件咯。那今天的东西最后一件到底是什么呢？压轴好戏，等等咯。好，那等一下一样哦， 你如果有下单把订单编号贴回来，今天的日期，今天是922嘛，把922的日期贴回来，妞儿一样会送你送你什么？送你一件新品，我们未来的新品，甚至是鞋子，甚至是靴子，甚至或者是衣服都有可能。你有买东西反正就贴，你想多凑一个奖就贴，不想抽那就不要贴，随便，好不好？好，来，这一件就是我最喜欢的，当然放在最后一件啦。MIT 蕾丝的一个棉质短裤装，好，它看起来很素，但是穿起来好舒服。好，然后长度也很棒，穿起来修身显瘦。那你要搭牛仔外套、罩衫，什么都好。好，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MIT， 大家好久没有听到这个三个字 MIT， 它是我们独家设计的 MIT 布料，只要是 MIT 布料，有挂 MIT 的盖章、跟 Mule 的盖章、跟 GU 的盖章，品质保证的，光有这三项就够了。再来，我们来看版型喽。好，这件我发誓，就是看起来很简约，穿起来会很好看。它就是一件很不起眼，放在那边就是一件黑色连身裤，包什么东西，但是穿起来真的很好看。好，来这边呢，我这一次做滚蕾丝小边，有没有超级好看的？好，然后呢，它呢有一个绑带给大家，也有做了耳朵给大家，怕大家把绑带弄不见了。好，来整件拉开是这么大的，好，所以它的范围是很大的，裆也是够高的，高个也可以穿，然后屁股、肚子。整个放下来是宽松版的，你今天如果不绑其实也 OK， 但是有腰身我觉得会显瘦，胸围一样这么大，所以呢人人可驾一款，只是呢你自己把这个蕾丝稍微整理一下，那绑起来有给你这个已经告诉你位置要绑在哪会瘦了。好，你就绑好，你要绑正面侧面都可以，后背还有一个小心机，小小的一个纽扣。好，
你穿的时候要把这个洞打开哦，你才穿得下去哦，好不好？好，然后弹性的超级大弹，然后牛肚肚的完全 OK， 因为这边有蝴蝶结帮你挡住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这件是妞儿今天最爱的，你们总会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我刚刚前面在介绍的时候都有推说哪一些是我的前三名列表，这个呢就是我的第一名首选。也是穿在最后一个，让大家看最久的。然后因为它的夹口也做得非常的舒服，胸围整个布料上 MIT 的把关真的赞。再来呢，它有一个隐形的口袋，好，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好，舒服简单。那天气凉了自己搭，搭牛仔外套，好，来，我们搭这个，我们昨天卖的超级好，现在要预购了，现在秒货喽。那我们要请小帮手先帮我们理一下衣服喽。好，来，那我等一下要翻牌了，牛仔外套绝对没问题。我现在穿的这件是我们最新款，昨天的，但现在全数预购，预购至少要21天，牛仔外套真的很久，所以昨天才叫你们赶快买啊。好，那今天当然你要买也可以，但是你可能要等上14天左右至少，好不好？那这件是我非常大推，我昨天讲了，你的衣柜里绝对不会有这个颜色的牛仔，你去拿去比对，不论是上身、下身还是短裤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折扣码拿购物金可以并用吗？不行，所以你可能要私讯一下小帮手。好，来，那我要讲喽，折扣码要出来了，然后再讲一下规则。折扣码现折100，现折马币14块，不分任何的金额，官网商品不论现货预购都可以。今天所有介绍的新品全数现货，今天下单下午出货，最晚明天出货。好，你买到是现货的话绝对可以。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有开出8折跟饰品的折扣专区，都一样可以并用我们的就是一些优惠，那大家可以去选一下8折，我觉得真的蛮划算。那这个8折跟饰品真的是上周你们也很认真的按赞留言分享，所以呢加开给大家的。好，加开给大家的，那大家不要急哦，因为我觉得今天要购买的人数真的非常多。那等一下翻牌之后，大家拿去结单之后，后面进来想要或是你刚刚有些衣服没听清楚等等之类，我会继续再穿到你们都下单完毕，好不好？既然看得到就要让你们使用嘛。好，所以呢，那记得下单完回来贴订单可以多额外赠送一个我挑选的商品。其实我蛮想要选那个未来的新品鞋送给大家，所以呢蛮有机会的，请大家赶快按赞留言分享。好了，在这，哇，今天的好棒哦， smile。好，这个是真的一个非常棒的关键字，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满满的 smile。 173我觉得大概都9分，那160就是全场，它已经是全长的裤子了，所以173大概9分，但是我现在已经可以想象173穿起来腿会又瘦又长的感觉。好，会贴住身体吗？好，来，我来脱掉一下。不会贴住身体，因为本身我就不是做贴身的啊。这件衣服是我们的独家，本身我就不做贴臀，然后不走合身。MIT 我希望在简约中带有点素养，那 MIT 的诉求就是舒适。哎，我觉得我今天怎么有点烧心啊？好 ，MIT 就是舒适。那海外的部分，我记得只有一款是预购中。那其他也都是全数现货，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大家赶快拿着折扣码去结单。那我刚好答应大家，我想穿点点裤，哎，不是点点裤，蓝色再加棉麻白的那个裤子，然后点点刚刚好像也加一个棉麻，点点黑加棉麻裤。好，牛仔裤可以再穿吗？好，牛仔裤我等一下再穿。好，牛仔裤，好，好好好，然后。再来这个 smile 我先放在这边哦，关播之后就不能用咯。那这件我要脱掉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它就是一个蛮大弹，然后不会贴身，是我们 MIT 的独家设计款，然后有口袋，看不到的隐形口袋，非常的显瘦。然后绑带我建议大家绑上去会比较漂亮，那胸围的部分不用担心哦。那后面有做一个扣子，一个小挖洞设计，那它非常好，方便穿脱，一个人就可以用了。再来呢，你要脱掉的时候要把后面这个打开哦，知道吗？后面这个打开再把它脱掉，它非常非常的好脱，直接这样脱掉。好啦，那妞儿要来去换衣服咯，那记得把订单编号贴上来。我里面一定要穿小可爱，一定要，因为这一款是做 V 领的，我这一节黑色就是我的小可爱，所以你要穿黑色白色都可以，都可以，一定要穿小可爱，除非你要贴 New Bra 或是什么的，但是就是要深 V， 可能就是够丰满的粉丝是 OK 的哦。好，那牛仔裤我先穿。好，那牛仔裤呢，我来搭一下这个里边上衣，比较能够看到我们牛仔裤的样子。
好，那牛仔裤大家一定要赶快去抢购，因为呢，牛仔裤的部分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好，等等，好，这牛仔裤啊，我光穿小白鞋再给大家看一次，我觉得就够瘦了，完全不需要踩高鞋。那如果呢，接下来你有买到一些短靴的话，拉上去真的是不得了了，好不好？马来西亚怎么下单？一样到我们的官网来，小帮手赶快协助我们的新朋友。好，新朋友可能一开始会比较生疏一点，没关系啊，多来几次你就知道怎么下单了，好不好？不客气哦，那我搭一下那个点点白，因为我觉得搭我自己出门穿搭是搭点点白，那搭点点白的话，我觉得选用比较高一点点的鞋子，然后就是比较轻松的感觉。那裤子是一定要买的，是真的没话说，它是我们第一款全身蓝、全素，没有太多刷色，全素最显瘦的一个拉链裤。然后呢，你看。它的包覆性非常的好，但包覆性不代表紧身，好，就是合身，轻靠在你的肌肤上而已。它是中腰，就是肚脐。好，记得你那边要看款，好，想看背面给你看，因为背面真的很瘦。它这个很经典的设计是两道斜的哦，一般你们在外面买的就是直的哦，你看一下它这是斜的哦。然后鞋子要干嘛？包覆我们所有侧边肉的视觉效果。那我刚刚讲了，包覆性很够，所以你蹲下来也不会就是露屁股。之外呢，它的弹性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包归包，但是是非常棒，而且提臀的效果确实有。重点它又是深蓝色，完全没有问题的深蓝色。如果你说浅蓝色，可能屁股就会没有深蓝色那么样的瘦。超级好看，而且真的很舒服。那大家会担心拉链的问题吗？因为拉链我刚前面有讲过，因为我们的腰头够弹，如果有一些你买到那裤子已经紧到不行了，已经没有空间，相对的你一蹲下去它一定就是会撑开，所以你的拉链会掉嘛。但是我们的这个腰头啊都是做的非常的弹，所以呢即便是你蹲下去拉链根本就不会往下滑。然后长度给大家看一下，160就是全长，然后下面抽小须须这样，好，超好看的哦。然后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这是我自己亲身发现的啦。因为呢，妞儿很喜欢背侧背包，我发现有一些深色牛仔裤，它你的包包会变深蓝色，你自己要注意哦。好，这不是裤子的问题，是每一条裤子，即便是我在专柜买的，我在高级品牌买的都一样。因为呢，牛仔都要去校色定色，所以呢，建议大家先用清水洗过一次，它可以改善。但有时候有些人的习惯，他没有下水，他直接穿，或是你下过水再穿也有可能。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背侧背包，大家看我的 IG 就知道。可是有时候啊，我知道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每次背侧背包，我觉得我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感觉，除非是黑色，我就会这样拿起来看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这样神经质，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一款是深蓝色，所以妞儿也很贴心的提醒大家，你如果要背白色包包或是名牌 LV 包的话，我建议你是拿提的，不要太多的去摩擦。因为呢，我自己的 LV 包包自己有出过这种状况，真的会。但是我讲了，不是G&G的牛仔裤哦，我买过专柜品牌的也是，所以我另外一提告诉大家，星期六就知道结果了。对，牛仔裤 L 又没了，哇，海外的粉丝也是动作之快。好，所以呢，我刚刚是顺带一提分享我最近的经验啦。因为呢，我最近买了几个小包啊，就是大家有看到我的小黄包啊，其实呢，我也是很正常的在穿牛仔裤，而且都洗过。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因为真的每条裤子都会，除非你再洗上好几十次会舒缓一点，也会这样。后来经常看手袋，我也是耶，我每次背一背，然后老公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就是背一背，又会把它拿起来，背一背拿起来。甚至啊，我跟你讲，我够夸张，是我背的时候我还这样捧着，因为我知道走路会磨。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牛仔裤就是要背浅色的小包才好看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崩溃，然后顺便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好，如果是黑色的绝对 OK， 对，没错。所以呢，可是你知道有时候穿牛仔裤就想背浅色、白色、粉红色、黄色的小包啊，所以我就是每次背斜包出去都很痛苦，就是去我就跟我老公说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因为我这样一直走或者是我这样一直拿，我觉得也不是办法，是不是？好啦，我的小小经验啦，裤子不开放任何的预购，但是我们会追加，
尺寸超级正常，超级标准。好了，裤子我可以脱下吗？因为我后面还有那个追加的棉麻裤想要穿给大家看，然后我觉得裤子就是超级显瘦，然后点点是我今天的前三名排行榜，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也可以。然后我现在穿这样，我可以套一个我觉得大家今天一定要买的棉麻外套哦，它没有别的颜色，而且这外套好好搭，刚刚有搭过长袖给大家看，它可以当外套，可以当上衣，它是一个泡泡袖，这个也是我的首选名单。因为我觉得现在穿一些大外套，我觉得我真的穿不住，我真心穿不住，所以你可以穿一些这种外套兼上衣哦，我们扣起来它就可以变上衣了。然后真的天气再冷，就在上衣里面再加大衣，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的衣服 CP 值很高，不是说转换季过了这个季就不能穿了，可以，你就把它扣起来。而且我刚刚介绍过，它有这个缩腰，我觉得从背后看起来就超级瘦。然后真的很冷，就再加上去。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把它当开襟式的罩衫，或者是小上衣来穿，都很好看。这个也是我非常大推的。那今天打折下来，现折100都非常非常的便宜。然后优惠码在这边哦。那大家有什么想要看的也可以赶快就是打下来，或是有一些尺寸你想问我们不太那么清楚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对，然后订单编号有看到海外粉丝很认真在订单，然后都有收到你们哦。然后记得左下角的分享键帮我按下去，这礼拜多加开了两个专区，也非常好抢。那专区我常常在讲，绝对是第一天好货都会被抢光，这很自然的。所以呢，大家动作快，尤其是你要踩到折扣码的活动，那就一起买吧。所以呢，第一天往往第一档是好东西都会先被抢光。但我也讲了啦，就是晚上看到直播的粉丝，你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好东西不一定每个人的好东西都是一样的，他不喜欢的有可能是你超喜欢的颜色，所以也没有关系，可以逛逛，好不好？没有办法折就赶快私讯小帮手哦。裤子 M 号没有了，今天有这么疯狂吗？要来裤50公斤穿 M 号吗？来，我觉得不要用公斤，你家里的裤子买最多尺寸是哪一个尺寸，你就买那个尺寸，因为50公斤其实蛮笼统，50公斤可以穿 S 也可以穿 M 号，所以呢，这样子我们会不好建议你买到你最适合你的裤子，所以你家中哪一个尺寸 S 最多还是 M 最多，你就买那个尺寸。这样子会比较精准一点哦。哇，海外今天的动作非常非常的快哦。那这个是限折100，因为官博就不能用，所以时间比较紧凑一点点哦，所以请大家动作快哦。这样，然后我再穿一下那个刚刚答应大家要穿的棉麻裤。好，我们的棉麻，这个棉麻的这一件裤子我非常大推，因为我们家出了很多很多的棉麻，无论是棉麻上衣，还是棉麻下身，还是棉麻外套、棉麻洋装，每一款啊，我觉得都非常中大家的心意。棉麻确实在转换季节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好朋友。好，来，这件棉麻裤就是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买的。好，这件棉麻裤有黑跟杏，你看它的 range 可以穿到 L 号，超级舒服。然后买棉麻裤只有一个条件，谁可以告诉我？是我们的老粉都知道我要讲什么。棉麻裤一定会透，请你穿上肤色内着，浅色内裤，同色调最好，就是肤色无痕就好了。要买棉麻可以，就这个条件。好不好，请你好好遵守。那也不难，因为你买了这一件，往后你一些白裤啊、黑裤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内着穿搭。我跟大家说，这件可以穿 L 号，然后非常多人买，长度非常棒，谁都不需要做修改。现在也是满满的现货给大家，黑跟杏。好，来，我拉一下，因为我自己喜欢穿比较高，那你就拉紧，这样。好，来，你看瘦不瘦，腿长不长？棉麻裤很难驾驭，对吧？因为很多人说会胖啊，会透啊，脚看起来会短啊。你看我穿比基尼鞋会吗？我跟你说，这个在秋冬超级好配又凉，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秋冬真的不秋冬，就是还是30度啊，每天打开就算凉也是28度，真的很热。所以呢，我觉得也还没到要穿大衣的时候，现在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穿。所以呢，我们就出一些就是这种在转换季可以穿，然后变冷又可以再加衣服的一些裤子跟外套。蕾丝连身裤刚刚穿了，不过等一下可以再穿给你看。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非常大推的一个裤子，我把外套脱掉，然后你看就是屁股也不会贴，然后它还有黑色，这边
这个啊是现货追加回来的，卖得很好，都是百间销售的，所以呢，这个是大家非常公认的好货。如果你今天要期待的话，也是现货，下午就可以出货了。好，而且非常瘦 ，L 号可以穿，自己去调整你的间距，然后它可以自己绑高腰、中腰都可以。那纽尔是161公分，我觉得今天搭配这个鞋刚好，非常好看，就是平底鞋。好，求追加裤子，我们是一定会追加，只是说呢，看什么时候会再到货这样。那这边的传统就是我们牛仔裤不开放任何的预购。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传统规定。好，就大家配合一下了，好不好？好，黑跟杏。那我刚刚说杏色，除了刚刚妞儿这样的穿搭方式，还可以配什么呢？我们可以来配一些这个蓝色的，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黑白蓝的一个多穿上衣。好，刚刚讲了，这边有一个吊带，你可以吊肩，你可以不要吊肩，正常领，可以垂放，可以绑带都好。那我觉得选用这些高腰、中高腰的裤子，我都建议大家绑起来，我觉得身材比较好一些。那我本身爱拉鞋肩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季节限制。然后我来换一下，如果穿这样休闲的话，我也会穿上我们家的小白鞋。对呀，好好看哦，而且真的很凉。那棉麻裤很多人买这色，也很多人买黑的，因为我们家的棉麻裤真的很好穿，就是亲肤不刺痒。因为棉麻有分很多好的坏的材质，垂坠度好的，然后或是贴身度细度都很多，很多妹妹嘎嘎啦。所以呢，我们家棉麻裤是真的蛮推荐，而且它有口袋，也看不出来有做口袋的那个蓬蓬感。对，然后有做折位，就是让大家很害怕穿棉麻裤的粉丝能够在一个显瘦中选到这一件，就是非常瘦的棉麻裤。这样，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穿搭上衣服的问题，也可以赶快跟妞儿说。好，我们今天折扣码预计开放到1:10最多，所以请大家动作快，动作快。如果遇上什么问题，赶快跟我说。刚刚那件杏色背心找不到哦，你到那个最新商品的第二页应该就可以找到了。对，好，大家加油！直播新闻一定要打，然后分享对我来说很重要。看看我们接下来的连假或是周末，可不可以有在更杀更低的活动，或是新的满额赠等等之类的。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用力的分享，这很重要。你们上礼拜的成绩很不错，所以呢，有真的有很认真。所以呢，我们今天加开两个专区，一个是8折，一个是饰品嘛，也是2件88折，非常优惠了。那这个就是跟大家讲，这好东西通常都会在第一天被抢光，所以你可以趁今天抢抢想要的之前想买的东西。你选黑还是白还是蓝？我讲大家很多人选蓝，然后我自己喜欢黑，不是白啦，我讲错，白，因为我很喜欢穿牛仔裤啊，牛仔裤我就最喜欢穿白。那如果你是接下来秋冬转换季想穿的话，我就建议黑或是蓝。那白色是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的下身限制，即便我要搭豹纹裙啊、素面的裤子啊、花裙啊、牛仔裙啊、皮裙啊，我觉得白色是最好搭的。然后很多人买黑色，因为黑色显瘦，而且黑色竹节确实就是大家很爱，因为凉。然后这个颜色就是大家觉得显白特色。哦，痛苦哎！啊，你问了我个好难的问题啊！这件长袖可以搭黑色小花裙吗？可以。小帮手借我一下黑色小花裙，黑色小花裙一直都是我们的一匹黑马，一直定做在定做的款式。然后呢，确实也是卖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位粉丝呢，我觉得也很会搭，来，很棒很棒。因为主要是这一件是黑底，所以黑底什么上身都可以搭。我觉得粉丝的这个想法是很棒的，很棒的。然后尤其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又很热，然后又带有点雪纺小花，上衣又是薄薄的，在工作室里面又非常刚好，很 OK 的哦。对对对。然后我再搭一个不一样的给大家看看。然后刚刚这个 T 啊，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后来选择的是什么颜色，我也稍微再穿一下，就是米色的这个 T。好，米色的这个 T 呢，我来换一下。好，等一下那个 MIT 我会再穿一次给大家看。然后我们卖场上还有一匹黑马，就是它了。
他一直追加追加再追加。那妞儿其实在直播上蛮少介绍他了，因为呢很担心大家都一直拿不到货，但是呢我们透过了小帮手的好消息，就是追加补货到，所以呢这一件格纹大宽裤它很像裙子，它现在呢也是现货。好，这件应该很多人收到过了，因为我们已经追加好几批了。来，就是这件，这件宽裤像裙子又像裤子，它是一件格纹，然后它是做奶茶色的格纹。那这件呢、啊、确实非常多人已经收到，就追加追加再追加。那刚刚得知好消息，它也是现货咯，所以呢大家今天买东西也可以一起加购它，就是可以一起出货，这样有买到哦。然后它也是松紧腰头 L 号就可以穿，然后肚子都可以。然后它就是因为它是格纹，其实内着还好，因为看不太清楚。然后有隐形口袋，隐形口袋，然后它就是这样，很舒服，很像裙裙，对不对？然后搭，我是搭今天这个，我很喜欢，建议大家包色的这个 T 米色 T， 这样。牛仔裤 M 码售完了，哎，我发现我们粉丝最多的就是 M， 就是对 S M 都蛮多。没关系，牛仔裤售完，小帮手一致回答都会追加，这一定会追加。但是呢，就是时间什么时候到货，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我基本上在直播会讲，但我知道直播不是很容易知道哪一档直播会讲或是什么时候会讲，所以你自己要买东西的时候，也可以时不时问一下小帮手啊，或者是稍微看一下。期待我们的半拖鞋和新品小白鞋，中秋节会推出吗？中秋节是什么时候？10月1号，好像不会，好像不会。但是呢，就是预计10月多。那我身上这个半拖，我刚刚说要讲对不对？哦，我身上这个半拖啊，我不得不跟大家说，我很惊艳，就是我们这一次选用的这个材质超级厉害。它是我就是感觉像穿过专柜的皮鞋的底还要再软，就是有点吓到我的那一种。然后我当初一套上去这个样板，我就说要一定要给我们剧院的粉丝，它真的很好穿，很厉害。尺寸之后我会跟大家说怎么买，我们在开卖之前都一定会先说。然后它的皮革非常软，然后这个非常精致，非常。然后之后开卖会有黑跟杏色。那确实啊，妞儿非常挑，所以呢妞儿很少卖包，很少卖鞋的原因是这样。但是这一双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因为它真的非常软，所以它跟我们以前卖的半拖来说，它真的是150分的软度，然后穿起来真的很好走。除了底很软之外，前面的皮革更软，这个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价格里面很难得可贵可以做到的高规格高品质。所以接下来我们月底的时候会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鞋两色。我觉得真的你有预算的话，你相信牛儿把它买回家，因为这样的价格跟这样子的 CP 值跟穿下去脚的舒适度跟搭配度，我觉得远远超过这个价格的价值，这是我对这双鞋的一个高评估。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哇，因为你每次搭配了影片中都好多漂亮的鞋，你为什么不卖？每次直播你都穿了很多漂亮的鞋，为什么不卖？有一些原因啦，我觉得不好穿，很硬，或是有任何疑难杂症的，我就是不会卖。好，所以只要被我挑中的鞋，它就是可以卖得非常的长久，然后广受大家喜欢。所以呢，这一双我真的是难以形容，我会找更多更棒的词汇来形容这双鞋，因为我讲了，其实直播蛮可惜的，你们听得到我讲，但是你们穿不到，你们没有办法知道那个鞋的感觉是什么。好，所以呢，我会找更多词汇的。我这个 T 男生可以穿，不建议把男生穿下去，应该会有点合合紧紧的感觉，除非他很瘦哎。好，折扣100元跟马币15元。然后这个鞋子还有黑色，上班族啊，有很多那种柜姐啊，或是一些服务业，很需要黑鞋。那服务业通常也是常站着嘛，我超级大腿，因为我刚刚讲它是这个底很软，很可怕的软。我卖鞋卖那么多，我真的没有穿过这么软的平底鞋，它就是这么软，这一片软就算了，刚刚讲前面这个皮也很软，所以这个是我对这双鞋有满满的故事想跟大家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软成这样，就是很软就对了，就你们看到这样，很厉害哦。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鞋子曝光的消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官网或是社群 Facebook， 然后或者是 IG 都会有。那这双鞋价格我记得已经定了，它不会很贵。那我刚讲了，它所有的不论是版型、穿着舒适度、搭配感、跟造型度、跟材质，我觉得远远超过它的穿搭价值。你的感觉价值吧，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紫色有点颜色可以搭配一下。我们今天只穿新品啦，因为今天真的衣服很多了，所以以今天的新品为主。然后你想看的，你可以看我影片啊。你说搭紫色，这搭紫色绝对 OK。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吊带 Uli 没问题，因为米色、白色、黑色都可以搭。对，今天的折扣码是这个，这个。Smile 哦，然后我讲啦，我觉得今天最适合搭这一件就是我刚刚穿的这一套豹纹裙裙，是不是？这里整个颜色搭下去是超美。豹纹裙一定要买，因为今天折扣太便宜。哎，最后十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赶快问，大家去买东西了。我觉得它还是会吃一点。你有看到讯息编号吗？你都看不太到。我看到大码了，借我瞧一瞧。好，好，大家等我一下哦。然后大家赶快分享，赶快分享，分享再分享。然后还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啊？来，长 T 白色可以再穿吗？哪一个？牛仔裤都会补货。想问鞋子怎么样？鞋子什么？想问鞋子如果会上吗？你说平底鞋哦，会上会上，但是我们第一双要上的鞋款，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哦。然后刚刚粉丝说要看那个黑色连身裤，那黑色连身裤今天是在我的心中第一名首选的一个裤子。好，所以呢，我每次自己上新品啊，我自己也都有排行一下哪一个东西是我最喜欢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你说鞋子吗？鞋子会上哦。那鞋子我们预计十月，不会让大家等太久，好不好？那因为我们有一些前置作业，当然要做到最好才会给大家开卖。所以呢，然后也要给大家优惠，所以呢，大家等等喽。好，白色长版罩衫，点点上衣可以配裙子吗？当然可以哦。点点上衣配裙子，你可以配一些伞裙，然后或者是百褶裙啊，都可以哦。好，这一件就是我超级喜欢，它完全不贴臀。那 MIT 我刚刚讲盖了一个 MIT 的标章，又盖了橘园，又盖了 New York， MIT 品质保证给大家，别担心。然后完全不贴臀，长度非常的刚好。那有做隐形口袋，然后有这个小橘柱，让大家的绑带不要不见。然后胸围、腰围、臀围。MIT 的弹性，大家它非常的有潜力，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有尺寸的问题。那穿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好，然后罩衫的话呢，如果大家想要搭黑与白，我觉得都没问题，全黑、白色都好。然后这个罩衫超多人戴，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今天超级优惠，趁现在赶快抢购喽，400多块的罩衫。好，之前展示的包包，什么包包？折扣码在这边。什么包包？我展示过什么包包？我怎么不记得了？想看牛仔裤配鞋，你内行，因为牛仔裤就是要配这双鞋，或是宽裤、棉麻裤都非常好看。好，这个罩衫粉丝要看长度吗？还是要看就穿起来感觉？它穿下去是冰冰凉凉的。然后我再套一下白色给大家看，两色都很好看，那你自己选一下。然后穿下去是完全冰凉，放在就是行李箱里面啊、柜子啊、包包里面，怎么蹂躏它都不会坏掉，也不太会皱。然后穿下去是很冰很凉的。
背包我有分享过吗？没有吧，背包现在应该没啦，那个好久之前的事，上一季了。好，白色我也觉得它是首选，因为白色还可以加比基尼，所以不知道看你们自己喜欢。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我觉得有些机会带孩子去玩水的时候，妈妈还是会想拍照一下，所以我都会带这种白色罩衫出门。那它有附绳子哦，但我觉得绳子我真的我蛮真性情的，我直接告诉大家我其实没带过绳子出门，因为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用处，只是你可能去海边有点小害羞的时候会绑起来，不然其实我觉得它就是要打开利落才好看。白色单肩 T 好，等一下再穿，那我就白色单肩 T 加牛仔裤咯。好，就这样咯。接下来这双鞋啊，因为它还没开卖嘛，那其实我希望我之后开卖前啊，我找个时间，还有社群的公告都很重要，你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尺寸、价钱，然后到底是大概多少，然后要买什么尺寸，什么时候开卖，那怎么样可以买到现货。我觉得鞋子啊就像剧院的牛仔裤一样，可能更可怕，因为呢剧院的大家都知道鞋子的制作期也要14天到20天，所以呢鞋子也是非常重要，就是非常必要抢到现货的一环。所以呢我要请大家就是可能鞋子开卖快要开卖的前几天你就要开始关注咯，因为我觉得鞋子不好抢，鞋子不好抢，往年的经验都是这样的。好，尤其是这双鞋啦，不是说我讲的非常夸大其词，是真的好穿到不行，所以呢请大家自己动作快咯。好，那我们的鞋款都印制我们剧院的那个剧院的 logo 哦，好不好？然后也是我非常严格把关的。那老实说，坊间有没有这样的鞋？有，绝对有，很多的专柜也有，然后很多知名的鞋款也有。但是大家别忘了，鞋子最重要就是穿下去的舒适度。那如果你是就是喜欢舒适度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等我们这双鞋，我觉得蛮厉害的。好。那你说的这样搭配窄管裤就是他的好朋友。那我刚刚讲了接下来会开卖两个颜色，那黑色我觉得也很好搭，那我当初呢就是看中了这两个皮革的颜色，那黑皮或是米色的皮都很好看。来，接下来秋冬我相信秋天来了，或是穿一些薄长啊针织小外套就是需要它，怎么穿怎么瘦。好，而且呢就是我刚刚讲那皮革真的很软，就这样很酷哦。好，之后会开卖，但是十月给我们一些准备的时间。好，然后两色都很好看，自己选，因为这鞋子就是两款都是经典色，两款都是经典色，然后它很棒啊，就是真的超乎你们想象的好穿。好，折扣码在这边，现在使用都限折100，我们剩最后5分钟哦。如果你没有把订单编号贴回来，然后也没有去下单的，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折100了。好，折100了，那就很可惜了，因为像今天裤子折下来500多块，真的是最便宜的一档，也不会有比，因为你连买都买不到了，所以呢也不会比这个再更便宜了，所以请大家动作要快了。S 号没了怎么买？你就要等下一波了。下一波我们真的现在也不确定什么时候有的话呢，直播上会讲，或者是你要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稍微再重新整理一下我们的页面，看有没有新的数量可以买了。好，折扣码不能用了吗？可以，最后5分钟，我们开到1:10。裤子也是新品，没错的。讲到裤子，我教大家一个小撇步。这种拉链式的很，大家会觉得以前买到的经验很容易坏掉，因为不要开那么低。我跟大家讲，大家要有个习惯，不要这样开开的往上拉，你买再贵的裤子都会坏掉。你请你认真一点，稍微对它花一点心思，把两个用好再拉，可以吗？请你们做到，不止捐的裤子，很多人有一个很懒的习惯，就这样往上拉，你的拉链很容易坏掉，即便是你买1-2万的裤子都会坏掉。请你呢有这一种的，请你就这样子多2秒钟拉上去就好，不要把你自己的裤子搞坏，好吗？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小习惯可以教大家，因为太多人就这样了，单手一直要拉，然后就说这拉链怎么那么难拉，然后一下那个拉链牙就坏掉了。可以拉，当然一定可以拉得上来，但是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多花一秒
两秒，把它这样压住拉上来，可以吗？拜托大家答应我。好，我不只是剧院的裤子，我希望大家的裤子都可以好好的保存。所以呢，只要有小配博，你知道处女座的我就是很唠叨，有好事情我就会告诉你们怎么样保存。所以因为它的弹性很好，真的拉链不会坏掉，但我很担心被大家自己拉到坏掉，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只是拉一半而已哦，真的整个开你这样拉上来，那个后坐力是很强的，我觉得真的很容易坏掉。对，所以呢，你要好好的爱戴你自己买的东西，包括洗涤方式都是，好吗？好，很多人没有在网站上买过鞋，尤其是马来西亚的粉丝，其实有很多东西你不敢在网上买，但所以要听直播啊，你要够信任剧院啊。那台湾的粉丝我觉得都有一定的一些网购或直播，他们蛮能信任的。那很多粉丝确实，我以前也不敢在，更不要说鞋了，裤我都不敢买，因为尺寸啊，穿起来就没有上面镜头的人好看，或者是真的这么弹吗？我穿了会瘦吗？更不要说是鞋了，脚穿了会不会痛？而且一双也就是也要几百块，对，所以呢，接下来你们可以认真 follow 一下我们鞋子，尽可能我们透过镜头、透过穿搭、透过影片，让大家可以很安心的买到。那我觉得，我们家直播都是透过我嘛。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好好的再多一些词汇来形容这些鞋，因为这次的这个好穿程度真的要穿，如果真的有开放现场穿的话，你绝对会买。但是你知道，就镜头这样讲，真的摸不到、走不到，鞋子真的是有一些难处啦。对，折扣码新加坡可以用啊，新加坡、港澳通通都可以用哦。折扣码全部都可以用，剧院牛仔裤真的很赞，感谢哦，只是不好买，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们数量牛仔裤都加到很高了，但是就牛仔裤真的很难买。好，所以呢，要跟大家说声谢谢，要说声抱歉。那今天牛仔裤呢一定会追加，因为我承诺大家的，只是说给我们一点的时间去做追加的动作，好不好？一定会帮大家追加的。哎，那下单赶快把订单编号贴回来，可以吗？订单编号贴回来，再等大家最后两分钟了，要一点十分了。好，两分钟。有看到很多海外贴订单，然后台湾订单编号贴完，我们再多抽一个 New Era 的奖项，可能是送，比如说送未来的新品鞋给你啊，可能是送衣服给你，都有可能。好，那个是我额外自己加送的嘛。好，关播就不能用了，对。没错，这个啊，大家不要嫌说啊，怎么那么短呢、啊？怎么？我跟大家讲，这100块对我来说很可怕的、欸。这我现在身上这一件，只要台币200多块开头，原本卖300多块，现折100，我真的是哭死了。好，大家可能觉得很短，但我觉得很可怕，心很痛。好，真的就开这一小时，但原因也不是因为我啦，是因为呢，我想要给，就是看直播的粉丝有优惠。如果今天所有网站大家都能够折100，我觉得大家何必每天11:30都来看我呢？对，所以呢，我觉得就纯粹要给大家真的很认真，真的花时间来看的。那也不是说没来看他们就不能拿到这一百。那我们官网不定期也有大型活动啊，满额赠，而且我们还有深夜折扣嘛。有时候就小惊喜突然跑出来，像深夜的或许你们也睡了，你们也没有用到，所以呢，其实剧院都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优惠给大家。那这个时段就真的很专注的 focus 给看直播的人，你一定可以买到便宜又可以买到现货。好，我们的宗旨是这样。好啦，有没有都把那个订单编号贴回来咯？就这样咯，没时间咯，大家拜拜，明天见咯。